大家好，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个位于东方明珠区的广福祥花园。这个单位是位于七座低层单位，单位原本是一个一房一厅单位，业主就将它改了个间隔，就造成这个两房一厅一次单位。它就是将个厨房搬了去个厅，在个厅做了一个开放式厨房的。那个厅就有一只窗的，那个景观就望返街的。那我们先看右手边这一间房，一入到来呢，整间房的空间感是够大的。你会见到是做了一些入场柜，单位咧就冇窗嘅，不过如果你话放一张双人床咧，咁啊绝对冇问题嘅。至于另外一间房咧，呢一间房原先咧系一个厨房嚟嘅，咁业主就将个厨房搬咗落去个厅。咁呢一间房如果你话要做衣帽间啊或者工作室啊都冇问题嘅。咁而呢一间房咧系有个窗嘅，咁窗个景观咧就同个厅一样嘅，都系望街嘅。最后我哋嚟睇一睇个厕所，虽然有少少残旧，不过如果你用少少钱去装修一下，咁其实都唔错嘅。咁呢个单位而家咧系卖紧440左右嘅，个楼龄系24年，面積咧係588尺嘅，咁尺價嗰度係7400尺左右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喺下方留言或者私信我哋，我哋會有專人聯絡你嘅。拜拜！我哋好樓屋每週都會定期推出唔同嘅資訊系列，記得贊好我哋嘅專頁 YouTube channel 同埋微信影音號啦。